用力缠起来，用力，再用力缠一下就起来了。我想去挖野菜。想去挖野菜，走，爸爸带你去挖。就在这个，就在这个边上啊，就在我这个场地边上，好多野菜。因为今天是周末，小孩子一直叫我带他去挖哈。走，我们去挖。小心点，你的水鞋没带回来，下个礼拜要把水鞋带回家哈。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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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哪里？野菜就在这里，走，就是这种大蒜。这个不是大蒜，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家宝宝说这种野菜是大蒜，它不是大蒜。来，靠近距离看一下。我去挖水晶蘑菇了。这种呢只有南方有哈，听说只有南方有。大家看看这个呢，不是大蒜哈，大家看看它是这种，但是跟大蒜有点像。刚刚我们家宝宝一来就说这个是大蒜，大家看一下这种野菜你们吃过没有？看没有，这个很多哈，这个季节这个地方长得非常多这种野菜，看没有，跟大蒜有一点点像，也跟那个葱蛮像的。我挖到水晶萝卜了。你挖到什么了？水晶萝卜哦，来，衣服卷起来。这个季节的话，这边确实长了好多这种野菜，不知道在你们老家这种野菜叫什么哈。网上说这种野菜的话，北方种不了哈，南方的话就是很多野生的。看看这里就是，像这一个好大呀，看没有？这里好多啊，看这种都是啊，这种都是。那你看看这个，这个。哦，看到没有，这种好漂亮啊。哎，咪咪，这个给你挖，这个挖下去，用这个挖，我帮你，你抓住上面，好，用力挖，再用力，用力，好，再用力，再用力，挖到这下面用力，对，这下面用力，来，我帮你一把，哎呀，你很棒，还有一个，好，把他的头挖起来。你挖断了，看看这小孩挖的哈。好，可以，给爸爸。来看一下这里，给大家看看哈，看看我们这边的野菜，就这个，看，就这种啊，这弄起来了啊，用力要挖下去一点，没挖下去。哇塞，好。这是什么？泥鳅。不要抓泥鳅，好。带我去洗澡呗。抓泥鳅干嘛？不要抓泥鳅，泥鳅很脏。我要用它来钓鱼。你要用它钓鱼啊？嗯。这里又找了两颗很大的。哇塞，这个地方好多啊，看到没有？它的根部是这样子的，它的根部也是可以吃的。什么东西好多？哦，是不是野菜？好，看到没？好多。你挖了什么？好多。用力缠起来。用力。再用力缠一下就起来了。那我帮你一下。好，缠起来。缠起来哦。缠起来。啊，怎么了？哦，小心点。有没有出血？没有，我肚子有点痛。哦，小心点啊，没事。你把它挖住了。你穿到鞋子了，很危险，快点穿到鞋子了哈。我早就把它弄掉，它就不会弄我了。有没有挖到啊？挖到了。挖了多少？给我看看你挖了多少。啊。哇塞，你挖了这么多啊！嗯，真棒，好，很棒啊！我拿了我的铲子了。哪个是水晶萝卜？这个呀。这个呀、啊？嗯。给我看一下。我们家小孩呀，老跟我说这种是水晶萝卜，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水晶萝卜？然后他老是要挖这个水晶萝卜。这下面有白色的，洗干净就可以吃。你是说这个吗？啊，这下面了，这是水晶萝卜吗？啊，可能小孩子在手机上
看到的哈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经常看手机。我是第一次听他说水晶萝卜。这个不是葱，也不是蒜，也不是韭菜，去年带我家宝宝挖过，然后这个周末带他回老家来哈，他就一直说要带我去，带他去挖这个哈。今天的话回去就准备煮给他吃。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野菜啊？是不是北方长不出这种野菜？也不知道是不是啊，没去过北方。今天是我挖了。我们这里好多好多这种野菜啊，随便一挖就这么多。欢迎大家来我们家吃野菜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一些是我挖的呀。好，一些是你挖的。那我们说下期再见，好不好？来，下期再见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